大家好，我是李云波。今天李老师要给我们做个啥子？今天我们来做一道家喻户晓的鱼儿鸡，家庭版的。家庭版，好不好操作嘛？好操作，好操作，简单，它就是一种家常的江湖菜。它主料就是子鸡公，然后就是泡椒、泡子姜、花椒、老姜、葱，辅料是鱼儿，主料是鸡啊，然后就是料酒、盐、味精。就这些调料就这么简单。现在我们就先宰鸡，宰成这个六公分左右的块，这个不能宰得太小了。这个冲洗一下，把血水冲泡洗一下。它那个要泡一下。好，泡要把血水泡。泡得到吗？泡几分钟也对了，把泡洗一下就。再把泡洗，鱼儿切成滚刀块。啊。就这样子切成跟鸡大小差不多哦。这鱼儿鸡开单品店开好了就可以，主要是鸡选好哈，一定选土鸡。把葱把子烧的时候，最后还要撒葱花。把葱切成葱花，我要把烧热烧鸡的油要用到的刚合适。那基本上就是一个鸡的用油，就是五人左右。啊，这个油要高点炸，七成油嘛，七八成油，七八成。炸得到就炸了。现在就关小火了，关中小火了。关中小火了。哦。它经皮嘛，脱淀粉嘛，鱼容易烧烂的了，它就容易滚汤。哦。炸成哪个样子？炸成有点表面筋皮。筋皮。那你看，没点动。有点起重重噻，起重重。泡辣椒跟这个鸡长短差不多啊，主要就拖着一个泡椒味，泡子姜啊，我们也可以把它改起筷子吃。这子姜跟到泡椒的比例一比一，基本上一比一嘛。啊，这个是就是刚才那个泡辣椒，提前用搅拌机或者是用刀剁细的哈。你如果不得泡辣椒，也可以用豆瓣，但是呢。效果可能效果就差一点儿。刚开始火大一点儿，煸那个目的是啥子？煸的目的是吃把水分把它去了，去一部分腥味嘛，然后增香嘛。凡是烧菜都要把水气煸。要煸干，然后煸的是从大泡变小泡，然后就放点料酒。这个鸡的料酒不用太多了，因为鸡本身就很鲜，就腥味就少，只能增香就对了。好，放姜，老姜放点的作用，它是起它的一个去腥味的作用。这个泡子姜是起它的这个提味的作用。这个就是花椒少放点。就很香的这个，它不是吃麻的，不是这个不吃麻的，那就把这倒下火来煸。要煸好久？这个煸可能要煸两三分钟，因为火有点小嘛。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可以加泡辣椒了，加点儿就对了，不能太多。泡辣椒哈，哎，多了的。哦，这个差不多。没得那个东西，可以用豆瓣代替。哦，可以用豆瓣代替。颜色出来了。哎，颜色出来了。泡椒上色好些吗？是豆瓣儿呢？如果是泡椒这儿你要泡辣椒的话，还是泡辣椒上色最好些。它这种颜色，看说是就红中带白嘛。嗯。还吃完过后的汤还可以给我煮菜。搁点盐。好，你不要去加清水啊。然后是这个，我们放进去，好。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就跟它烧一下，那个菜不放香料那些都不用，不用这个就泡椒不用放香料，要吃它的本味。那我们就上了味，烧开了。大概煮好久？这个大概煮15分钟左右吧。反正味道还是要过温尝，因为根据这个有些这个泡椒的盐度不够啊，是吧？这个要尝调料使用惯了呢，要好一点。我们现在有关中小火，盖子盖着啊，重庆的泡椒味的菜。
加醪糟的我也更浓一些。就烧到中途的时候噻。哦，适当的加醪糟水。加个一条根。不要醪糟嘛，不要醪糟。也是我们川菜，也是爱用醪糟蔬菜。差不多。是。现在就基本上烧得快熟了，准备下鱼眼了。好，咋个来看它差不多了呢？一般这个鸡用筷子剁一下，那么它能够轻轻的剁得进去，就说明就塌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把鱼眼倒进去，大概五分钟左右。五分钟左右。哦，这个呢，汁水也不能太多，也不能太少。现在这个鸡都烧好了，因为这个纸鸡公。啊，一般就烧二十分钟左右，用高压锅快些，高压锅就五分钟，下一压就对了。好，然后少放点儿这个味精里头，它搅拌均匀。啊，这个汁就收来，这样就差不多了，不能够太多。鸡肉要吃到这个细嫩，对了，轻轻儿剁就进去了，你看到没？啊，其实是个火候刚合适。啊，好，对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起锅了，要泡椒就好了。嗯。鸡驴烧鸡就出来了，整个春节期间，整个那个鸡驴烧鸡，然后整个不复杂呀，调料也很简单，就主要就是泡椒、泡姜，哦，泡姜，而且那个高端大气上档次，对对，下酒也可以，基本上吃起不辣不潮，这就是对，微酸，对对，微辣，对对对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鸡肉是不柴的吃起，嗯。锅煮的话，嫌麻烦的话，可以用高压锅呀，要不然就没用，是不是？对。那烧来烧的可能将近半个小时。这菜呢，一定要选纸鸡锅，纸鸡锅是最好香，你皮子肉是脆的嘛。吃完那个下的挂面。下的挂面。对对对。干拌面。对对对，干面啊，煮点菜啊，都可以。有兴趣，春节可以搞一下春节。好，来。砂锅嘛，来吧。拜拜。哎，我们也煮那道了，今天。